老派的歌什么时候做好？我感觉挺费劲，那咱搁棚子里是哑口无言的，一句话不说呀，啊，不是一句都不唱，一人一句呗，咱整个对立面的那种啊，你说我说你这种也挺有趣的。他说我们还是不要学 Kendrick 的，我们整一人一个字儿的，哎，说他一个字儿，我一个字儿，说他那几个字连出来，他是他的一句话，我的几个字连出来是我的一句话，然后我们俩的连出来又是一句话。我说你这不开玩笑呢吗？我这一看你是不想整了。完了，我跟他唠啊，我说你整不整啊？我说咱别研究了呗，我说我给他发微信，我说你整不整啊？咱别研究了呗，咱就整呗，抄个币咱就整呗。结果给我来了一句说他那公司挺复杂，给我谈个名片，什么第四页挺复杂，不让他发，不让他整，什么乱七八糟。我寻思我说你发首歌，你公司不让你整。我说我这谢帝也是第四音乐的，我这给谢帝发个 demo， 我第一天发人，第二天就好了。